又到了刮刮卡时间了，今天呢由我来带刮。那台彩呢在9月3号推出了无敌威力跟加倍旺，我们来看看等一下会刮中多少吧。那记得再帮我按赞订阅哦。那现在刮这个加倍旺，我选号码是09号跟23号，它的头奖是200万，一样是你的号码对用幸运号码就有该奖金咯。来，我先对我的幸运号码，幸运号码是几号咧？17号跟20、26三组。好，来看一下哦。17马上就有咯，多少钱？200块，不错不错。又有个17耶，200块，哇，两个17耶，这样就400块了耶。再来，26耶，多少钱？200块，我有预感这档会1000块哦，通常都是这样推理的。来，20、12，再来，22、26，有没有？你看这个一定要200块，对不对？200块，还要再一个29、17，有没有？200块，所以这张就是1000块啦。还不错，还不错。第一张就让我刮到1000块。接下来我选号码是09号哦，刚刚那不错哦，你看。第一张让我刮1000块的，来，幸运号码是29号跟10号跟13、28差一点，24、29，又200块了，哇，这个中奖几率还蛮高的呢。21，有没有像刚刚这样子呢？还是这张200块就停了？来，12、30、23，是13啊，13才有啊。18还有没有？26，那这单应该就200块了。对啊，这单200块啦，不错啦，中个29号，这单是200块。接下来刮这个无敌威力，我选号码是05号呢，它这个就是乐透彩的意思，就是你的第一区跟第二区的就以此类推，看你可以中到多少奖金。来，我先刮这个第二区，他只要说你的号码25号就可以咯。噔噔噔噔噔，49，这样就没有中。28，现在没有中了。40，有啊，这样就没有啦。那你的第一区的幸运号码咧，我们来看一下。3908，42、21，21有一个，01、06、32、14、04、26，31、18、35。应该没看错吧？14也有啦，这样中两个，还有我看一下，不要看错哦，这样就是中两个，对吧？两个的嘞，我看一下，哇，要第一区，要对中第一区加第二区才有哎。那接下来刮50号，一样第二区要刮中14号哦，不然你第一区要中三个才会有奖金哦。26号没有。45，14，有，14，这样看得到吗？14，好，来，那这边随便中一个就有啦。他说第一区加第二区，这边只要中一个就可以300块了。来，44、08、40、39，不会吧？来中一个吧，32，隔壁46、47。09、48，怎么都一个都没有啊？刚刚还有中两个24在哪里？22，来一个吧。35，15，25，第一区中一个有没有啊？没有要第一区中一个，然后第二区中一个才有会发生了一个小插曲，我刚刚想说跟老婆说，我中了1400，我老婆看了一下，
背出去怎么没有刮啊？对啊，这两个怎么没有刮？搞什么东西啊？所以我有机会不止中一千四哦，来来来，来这一张是中200的，对不对？来啊，看一下啦，来来来，几倍？2倍！哇，这样是400哦，来啊来，重点的来了，这个是中1000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2倍就赚翻了，来啊，几倍？1倍，看，看不相反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多了200块了。哎、欸，多了200块了，这样就中1400了。那所以你这次买了1000块，然后回本1400块，还不错。我原本想说200块应该几率中的几率比较低。对啊，结果对，原来嘿嘿，挂到5个。没想到这次最厉害的是这个200块的。对啊，还有对啊，然后300块都没中。好啦，这样好吧，不错啦。对啊，那喜欢我们频道记得订阅一下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